哦，小小兵红到无法挡的，竟然还在1930年代的默片当中现身吗？在今年刚好是阮玲玉百年名旦第12届台北电影节，就特别为他规划了焦点影人专题。但是没想到说，工作人员在观赏这个阮玲玉代表作这个新女性的时候，意外发现了这个高达了。 跟小小兵相似度95%的分身，这个片中的饰演阮玲玉女儿的童星陈素娟，她看到不管是容貌啦，或者是她演出的风格，从嘟嘴巴、揉眼睛到眼神上飘的表情，看起来跟小小兵好像哦。那么片中的神似小小兵的陈素娟呢，她是有中国的秀兰邓珀尔之称，4岁的时候就出道了。演出呢这个片子的时候，她才6岁，而之后呢因为战乱就定居在香港了。